我操！敌人，强盗！我去，我的马，我的马三下五除二就他妈进去了，靠！这帝国是帝国 ，stand down，stand down，stand the fuck down！ 我命令你们 stand down right now！ 好了，你不听警告。 不听警告！你没有让你能把就是离远点。我操，这帮人好牛逼呀、啊！你们啊，给你们牛的，你等着！哎呦我操，一刀砍马身上！我操，谁在射箭啊？给我，怪不得！去死吧！ 违抗帝国者斩！你还记得我一开始对帝国是什么印象？哼，这人呢？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对帝国是什么印象？看看现在，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风暴斗篷，实际是。是他们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实际是。那地下。 啊！我操，他们打我的山羊，你们这帮神经病！我看你们就是。哇！我操，血溅当场。等等，这地方好像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 我靠，这怎么回事啊！我操，这地方本来是个酒吧，然后被强盗在酒保睡觉的时候把他杀了。靠，少了个酒吧，本来这地方会是个酒吧的，也就是说，我他妈，你们这帮强盗，靠，酒保的衣服。 都还在，那这帮强盗真的是，你这不是为什么要搞酒保？你们不喝酒的吗？知不知道什么叫靠？不是你们，你啊，交钱，然后他们不交。那你把酒保杀了，你就再也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呀！我操，傻，那帮是不是连圣徒那帮人都说，就说抢商人什么的，别一次抢光。你这么这帮傻子，我天！ 哎，如果酒保早点能派人寄个信给我，我就能把这帮人收拾。但是他在睡梦中被杀的，我觉得，哎，他是在床上被杀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他不知道这帮人是强盗，然后，因为他们破门而入，他不可能还在床上，如果他肯定听得到。 可能就是他留这帮人过夜喝酒，然后他们半夜把他杀了，决定有可能。世界险恶呀，老板，他的柜台上有个司库马，操，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我为 PS 5这些游戏感觉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说不是好游戏，而是说他们撞到了老滚五。 就谁在老滚五面前都会被比下去，就是我 PS 5这些游戏，《地平线2》也什么的都是，就我有老滚五了，我肯定就不会玩他们。倒霉只能说碰到老滚五这么个怪物，我操！谁知道你这个时候突然开始玩老滚五？就是我对这些游戏感觉对我来说比较可惜，因为在这款游戏面前。 他们没有机会，they didn't stand a chance。就每次我一比，哎，要不要玩这个？一想老滚五，不玩，什么能排到老滚五前面？没有，连辐射4，我想重新开档辐射4都排不到老滚五前面，老滚 OL 排不到老滚五前面，还看他们，他们谁呀？老几呀？真的是，哎，这件事就非常的，就只重启一下第一，因为我有老滚五，所以。
我这段时间除了那个《黑道圣徒》，就这个，我真的是等了那么多年的游戏以外，我应该是不会玩什么新游戏。这个是在去晨星的路上，现在在丹斯塔德堡垒。我们现在要去晨星，然后从晨星绕到灰胡子的号角任务那里，取完号角以后直奔独孤城，最后回到紫山镇。现在是这么个路径规划吧。哎，下城要塞，我操！Go go go！怪人在哪儿啊？什么玩意啊？里面，操，一堆恶鼠！靠，现在因为装了那个碰撞体积以后，他妈剑打不进去了呀！是我错觉吗？以前打得进去吗？我靠！莱迪亚怎么还在撞？他这个本来就是打，你不哦，能这就样。是跟空气的碰撞体积。哎，我操！山羊，哎，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这个奶酪。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这个奶酪。我买了这个冻冻奶酪，瑞士奶酪。啊，不是，不是这个，它这个山羊奶酪是 Fita 我没买，但是样子是这样。但是不是 Fita 奶酪不长这样啊？Fita 奶酪不是白色的吗？白色粉末状的呀。这个不是 Swiss cheese 吗？我今天买的那种瑞士奶酪，长洞洞的，这不是 Swiss cheese 的表？难道也有这种山羊奶酪？说不定呢。我对奶酪啥也不懂，我觉得杯赛这帮人再怎么说，欧美人懂奶酪懂得比我多。我才吃了几个，我觉得很好吃，也是那种香浓奶味。只要你喜欢牛奶的那种香味，你就会喜欢。我。好香，然后拉丝拉的巨长，我手上我在群里发了张照片，那拉丝拉到这么高都不断，就不稍微融化一下就巨好吃，盖在面包上，盖在汉堡排上什么的，哇！你看这边他用伐木斧劈奶酪是什么鬼啊？这帮强盗，我操！干啥呀？至于吗？我的老天！但是奶酪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保质时间很长的，为什么超市里卖的都是一周就过期了的？怎么回事啊？靠！我本来以为奶酪这种东西不需要冷藏，就像老滚里这些一样，结果我现在在超市买一些奶酪都可娇贵了，一周两周就过期了，而且还要冷藏。你在说话吗？我完全听不到你在说话。你要是不怕它发霉，你可以不能。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有些奶酪它表层皮就是霉啊。但是，那关键是我看到的所有超市里，我这超市里卖的奶酪全是说要冷藏，然后一两周过期的。那人家为什么我看人家包括欧洲很多地方的奶酪店都不冷藏？这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在里面啊？我操！我操！怎么了？哪来的强盗啊？这，靠！这熊的嘴里也塞了一片奶酪，不是这个狼啊，这个熊的嘴。我操！杯赛最喜欢整这种东西了。哎呦，我靠！杯赛最爱，这种小玩意，杯赛斯达最喜欢整了。靠！他们墙上到处都是这种，全是奶酪。靠！这地方有什么讲究？这地方全都是老鼠和奶酪，整个地方墙上挂着都是老鼠头。老鼠奶酪，老鼠奶酪怎么杰瑞快乐屋是吧？这地方干脆叫杰瑞快乐屋得了，我看行。还有杰瑞不妙屋啊，这里这恶鼠还被烤上了，那就不妙了，不妙了。米奇不妙屋，我操，这么多背包，但其实我完全用不着背包。这么多烧焦的恶鼠皮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帮人又玩老鼠，又吃老鼠，又养老鼠，又烤老鼠。他们对杰瑞和米奇有什么仇啊？啊？这帮强盗就专治老鼠，老鼠帮叫老鼠帮算了，我靠！哎，抓到一个。完美的计算，要监狱，这些要塞都被废弃了。如果帝国能拿回来多好。我靠，他直接在空中翻了个圈吗？刚才是，他身上也有奶酪。绿玉髓是什么东西？我操，第一次见到这个。我今天又遇到一个应该是博物馆的 NPC， 都是那种一遇到就能听出来是 mod 的。杯赛没有把这个 mod 招安给他，专门找一个专业配音团队，真可惜。我操！我操，这个，这谁呀？哼！强盗抢掠者，看来就是他把我，又是诺德雕纹。我操，总算有万甲了，我总算拿到诺德雕纹万甲，真难。他从来掉的全都没有万甲的，不知道为啥，今天总算掉了个万甲。现在是6:04分。What is this？ 魂形僵尸法杖。这他妈怎么有个凳子？寒霜抗性钥匙，靠，怪不得冷的要死，这鬼地。如果我给莱迪亚买把弩，他也不用弹药是吧？我记得辐射四是无论你给他啥，你都得给弹药。然后觉得太烦了，所以辐射四最火的一个 mod 就是那个，就给一发就够了，有一个，就给一发，你只要给一发他就有弹药，否则根本耗不起。你给他把自动武器，你自己都不够用，我的天。自己负责捡自己的弹药不好吗？太普，你说呢？凯特，你说呢？哦，对，凯特是近战，不是凯特不有个霰弹枪吗？我记错了吗？凯特没有霰弹枪吗？是我记错了？他只会近战吗？你说莱迪亚一句话都没有，是怎么和他弄出感情？估计就是走的一起玩的太久了，否则你说几句话呀！我天，你给我个个人任务，你给我讲讲你的身世背景经历行不行啊？那不明不白的，到时候都要结婚了，不明不白的，靠！都不知道他从哪来，他的故事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指挥官居住区，我操，什么声音啊？干啥呀？有好多药水，还有很多奇药，又是个炼金台。恶鼠这么多鼠尾巴，这个鬼地方到底和老鼠有啥关系啊？米奇不妙屋。不管了，我以后就管这地方叫米奇不妙屋了。米奇不妙屋，米奇不妙屋，米奇不妙屋，米奇不妙屋。怪不得他把价值观葡萄和恶鼠的尾巴放一起，果然是有用。啊，今天还按预定目标来到了警戒者大厅。靠，这不是警戒，这他妈又是个强盗
我。哇。 我操！什么爆炸呀？不是那个火球，我靠！该死的火球术！ 这个地方人是不是对我来说等级太高了？我有种感觉，有点那个什么，有点整不过了感觉。我靠！哎，我上不来！哎，我操！ 哎，你别挡着我这个马！有，刚才用了，结果谁也没动上，不知道为什么。全是他妈强盗，靠！上好的城堡建筑，没有一个里面没有强盗的，这真的是……这……哎靠！怎么？ 嗯，给你几刀。他穿着诺德雕纹，波里恩匕首，比列刀 ，What the fuck is this？ 吸取10点，一把特殊武器，倒是没有特别的。我还上了钢铁马铠，而且是买的，没法在这里面直接上。 这套最帅，而且我随从的怎么都换不了，他们都不掉弩箭，谁会掉弩箭啊？到底所有敌人都不掉弩箭，那弩箭还是我在人家遗迹里找来的，现在这些墙都破了，这个破地，好，这边有个熔炉，正好练练矿。 然后还就是，冷知识你打头病没有额外伤害，不一定非得打。突袭！哎，我他妈下不去啊！哎，我他妈下不去，卡在这里靠。这怎么地震了下面？ 怪不得门口有个熔炉、矿场，这是疯狂开铁矿的地方。但铁矿没有那么值钱，问题是没有那么稀有啊。如果是别的矿，钢，哎，钢是怎么做的来着？也没有钢矿，钢是要提炼。对，要钢玉矿。
刚哦这样。这边有没有鹤嘴锄？没有带一把。铲子没有什么用，可惜。我带，我说我想拿另外一把，更快。这帮矿场，哎，他身上有。来了，经典了，双持鹤嘴锄出现了。当当。疯狂炼钢。这个地方也已经进空了，让我更怀疑刚才那地方到底怎么了，不太明白。难道有什么隐藏的洞不成？和辐射四一样，辐射四就经常这样，有的地方会显示已经空，有的地方压根就没有这个状态，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它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到警戒者之厅了。有什么东西？我在烧呢。啊？啊？你是怎么听说这个地方？你在问。我早都忘了，我以为这警戒者总部啊。是啊，是啊，是。什么？欢迎来到这里。What the hell？ 这事情比我想的还要严重，我操！怪不得他们在找，怪不得他们在搞黎明守卫了都。对，那个守卫，天，那个城内的守卫会说那个就是吸血鬼有一天突袭的警戒者。我没听过，没听过这句话。你可能就没听到，就解锁了个警戒。我靠！我怎么以为这边是个人声鼎沸的总部，想进来歇一脚呢？本来。我靠！而且警戒者最近总是跑来跑去的绞杀亡灵，我也没以为他们总部被端了。我看这帮人挺……没想到，有点惨。我靠！怪不得黎明守卫要上了，这就是为什么 they're forming the dawn guard。警戒者不行了都，必须得上黎明守卫了。操！警戒者对付不了这帮人了，已经必须有正儿八经的军队才行。主要是警觉者的人还是可能分散分在外面。他黎明守卫这名字真他妈酷，靠 ，Dawn Guard， 黎明守卫，我操，逼格太高了。那我看你短期也不会去打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我现在在打地方，挺有意思。亵渎神明的亡灵，不在这个世界之内，也不在他之外。他们徘徊在世界的边缘，通过血液和忠诚往来于家庭与坟墓之间。他们不请自来，从亲属的爱和信仰的责任来说，他们并非是不纯不洁净的，他们不过是祖先的答应，永不能入眠者的意识，受到召唤，为那些义务而服务，穿过家庭与房屋来保护家族。但如果是巫师将他们召唤出来，那么这样的召唤就是亵渎，被审判席所憎恶。在那个时代，如此深重的罪孽，就连烈火也不能令他洁净。不要容忍隐藏在你们当中的男巫，他不仅会来偷窃你父亲的骨骼，还有你的墓地尘，他还企图约束你法定的权利，将热情的灵魂从他们的世界中拖出来，强迫他们像奴隶或野兽一样工作。谁能懂得逝者的耻辱，哭个不停的他们是死灵法师的奴隶吗？最残忍的莫过于先祖怀着爱意对家庭和亲属的维护。但不管是幽灵或者先祖幽魂，古行者还是白骨领主，通过举行亵渎神灵的仪式来召唤，或是以暴力束缚来控制矿工的尸体的意愿，灵魂如何能得到永恒的安息？他们如何能寻回自己的血脉与家族？只有正直的丹莫人，身负将血脉通过家庭和亲属传承下去的义务，通过誓言与契约侍奉神殿，可以召唤去世的丹莫人的灵魂。那些外来的其他种族的巫师试图入侵入我们的滨海国度，我们能容许他们掠夺我们的陵墓，与容许巫师们奴隶我们亲属的灵魂，控制我们的死者以及我们生活的土地吗？不，我说不。不，绝不！那些巫师必须死，跟他们那些亵渎神灵的法术一起去死。如果我们容忍不死族隐藏在他们的栖息地，死灵法师们傲慢的主子，远古时代的吸血鬼就从他们西方的巢穴里匍匐爬出，是要向亵渎神灵的魔族神殿、被废弃的丹莫要塞、令人厌恶的断莫族、遭到破坏的地下迷宫寻求庇护所吗？大家族的神殿使我们的土地免受吸血鬼的污染，但是现在那些邪恶的领主和他们的邪恶牲畜回来了，那些吸血鬼必须死，他们堕落的牲畜也必须跟他们一起去死，必须用火，永远用火和火刑柱将他们污淫的血抹去。
就烧烧死。靠，总部被端了，可还行？我的 shit！ 然后他们应该天哪，剩下的人应该是去那个人民守卫求助的。这个完全契合上了，天天在城里念叨的 ，I heard they are forming the dawn guard。就这个时候再不 form 就没就估计就要完蛋了，再这么整下去，我靠！警戒者本来是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击破了。那现在 必须得紧急组建另一道防线了呀！天哪！我是真的完全没想到事态严重性，我以为警戒者在外面狩猎亡灵，看着挺乐呵，然后还有这总部想过去拜访一眼，发现操，家没了，极限换家，不对，根本就没极限，都没摸到人家吸血鬼在哪的家就没了。血一片血红，整个地方。死亡猎犬，我之前和这帮东西交过手。泰国的吸血，你们的牺牲不会白费的。我操，这死亡猎犬长得真他妈吓人，这牙，我天，这牙长得像《生化危机》里那个东西一样的。对，火能净化一切。致守卫凯西提的信，开始邪恶警戒者。卡西提，我收到了你关于我们在苍原岭的巡逻队突然消失的信，这个消息令人不安。我的老搭档芬里克也在其中，他不仅是警戒者，还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战士。他的失踪不是一件小事，但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让这些事情发生了，好让我偿还欠他的命。我将在早晨出发前往晨星，并在旅馆入住。如果我调查到什么会首先告诉你。斯丹达尔的慈悲与你同在，安扎雷因。斯丹达尔是哪里啊？是一个他们从那边来，为什么警戒者是斯丹达尔？他们信奉斯丹达尔。不，他到底是神还是地呀？神。哦。就那对神。斯丹达尔是什么神呢？忘了。我只是翻译的时候翻到了。我觉得对于这些亡灵来说，那个谁。破晓的那个神叫啥来着？没啥来着，不是，忘了，梅迪亚。应该很乐意管吧？不知道。他的武器都是专门杀亡灵的，可以看到他有多痛恨这些玩意。主要上次在洛利克镇，有一头龙来袭击半夜，然后我在我家看到的，我直接就飞奔到洛利克镇去作战了，而且当时我穿的是那套帝国的，因为我本来第二天要去白曼城参加那个比武，然后就开着帝国的，就穿着帝国的甲过去，就相当于是帝国的代表帝国嘛，保护这个镇子。结果到那里发现其中一个守卫，就别的守卫还没赶到，其中一个守卫那个龙刚降下来，一个守卫就冲上去就要和他打，然后直接被龙给吃了。直接被龙给吃了，就龙把它那个掀起来，然后就吞了，就只剩它的盾之类的东西，尸体都没有。会有这种一个，就巨勇敢，我一个守卫敢上去挑战一头龙，是什么样的勇气能让他一个守卫去挑战一头龙？没睡睡。然后把那头龙搞死以后，我就把他的那些盾，他留下的刀盾全部带回，因为他是白曼城卫兵，他是被派驻到白曼城的那个。然后就把他，因为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就是在独孤城的那个药店的老婆婆不是找他女儿吗？他女儿就是在白曼城牺牲的，白曼城卫兵。所以每一个这种卫兵
他可能是谁的儿子，可能是谁的女儿，可能是谁的父亲母亲，所以我就把他剩下的这些盾刀还有剩下的装备都带回那个白曼城卫兵的那个营室，然后交给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东西送回去，起码这是他仅剩的东西，没有尸体，所以这就是如果要安葬他的话，那这些东西是很必要的，否则就没了。我靠，这是要干啥呀？怎么回事啊？我操，这下惹到。呜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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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巨人，我的老家，我的老天！我靠！靠靠靠！哎，靠，用错了吧？哇、哦，直接提取了，可还行。耶！看他穿的这么好，我又以为我队友死了呢，靠，吓我一跳。为什么穿的这么好？因为往往队友穿的都比那些强盗好。我看到一个一身银光闪闪甲的，吓我一跳。巨人营地，哎，为什么巨人没有沟通能力呢？好怪，肯定是他们会画画。矮人和巨人，矮人也不一定矮，但巨人是真的巨，和巨人是巨。那问题是现在没了警戒者，我去哪修脚？不是歇脚。晨星，现在太晚了，几点了？十点能到吗？营装备。我在他妈猎人巨人营地扎营啊！我真心真大。我得换个地儿。不好，我觉得有点危险。我操！我现在可是代表帝国，看我这头盔就知道。来者何人？我操！冰原狼，妈神他妈！我叫五甲虎威。我现在不只是帝国，还是龙翼。我们在那个比武，以帝国方面没有损失一兵一将的情况下，打败了所有的风暴斗篷的人。让他们颜面彻底扫地，而且我一上去就是一个战斗呐喊，全跑，这不仅是败了，而且还是撤退被人给截住了，没跑了。你说这有多耻辱？传入风暴斗篷，脸都挂不住了，我的天！风暴斗篷直接原地解散了都要。We drink to our youth, for the days come and gone, for the age of aggression is just about done.We will drive out the storm cloaks and restore what we own. With our blood and our steel, we will take back our home. With Ulfric, the killer of kings, on the day of your death, we will drink and we'll sing. 一首《好战年代》送给所有的不友好词汇。哎，我已经到晨星了，操！他居然都不想介绍一下这个城市，真懒，别的城市都会介绍介绍。你告诉我旅店在哪呀？我靠啊，就进来就是旅店。这么拉哦，我印象里我现在才。我操。这完全对上了，你知道啊？不对，你看他现在显示地图已更新，我真没听过这句说明。他现在才显示地图已更新，说明这第一次触发。
真的没有，之前那个不是因为这个肯定。我操，我是真的完全惊喜好吗？你现在才说有点晚了，我刚从那边过来，卫兵，天，我亲眼见证了。这反而更惊喜，因为我真的是满怀期待看到一个武装的那种，结果没了。我是听到了，然后刚好有一天路过，还真给烧了，没想到，我以为自己这他妈又咋了？啊，这又怎么了？这是哪儿的口音啊？靠！Same dream over and over again. You think that's normal? Same dream over. Erendur, she has a point. You keep telling us no harm will follow these dreams, but they must be an omen. Give him a chance to speak. He's trying to help us. 一进来就出事儿了，这个镇子。这行，我操！All I ask is you remain strong and put your trust in Lady Mara. I will. Thank you. You should quit working in the Wind Peak Inn features the finest bard in all of Dawnstar. 但我得先睡个觉，明天再来管你们这些事情。就我发现我老滚包括辐射最有趣的就是你一开始进到一个聚落你谁都不认识，那堆名字你都不知道谁是谁，然后你慢慢的在这个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真的会像朋友去一样去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到最后你每一个叫得出来名字的人你都知道他是谁，他和谁是什么关系，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身上有什么故事，就这种感觉，你一进来就真的就像比如说你新到一个学校你谁都不认识，然后慢慢的你就认识一些朋友一些同学，然后知道他们的喜好，知道他们的关系等等，无比的真实，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名有姓，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作息，有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我记得天际是有一个表的，就是他设定了一个，如果你做了某些动作 NPC 就给你写信，然后这个写信是基于他喜欢的和他不喜欢的你做的事情，就甚至有这种东西，就它有个数值层面的话，它有一个值，就如果有个人很讨厌你，你在街上和他说话，他都会打你；你碰他一下，他都会骂你。就原版，对，原版就是原版，你可以去搜到的。就如果你做了一些很，比如说，我觉得我对于和睦镇那个谁，和睦镇那个斯万那个死对头，就是应该是二。就是二级是什么，二级他不会打你，但你只要和他说话他就骂你，就那个人就是我上次回去和他说话，他说你还有脸因为斯万最后啊，是吧，这个那谁让你先找我的吗，你先找我你要陷害斯万，那我就帮斯万了，那不管你们俩谁先开始这件事情，真的是谁让你先找我的呢，就 Don't worry. Nightmares don't seem to Nightmares. 就你现在看我一进这个地方一进个晨星我毛都不认识谁谁谁谁谁谁谁啊，然后慢慢的在我这待一待一两天我就跟熟的跟我家一样，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事，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真的独孤城就是独孤城一进去那么大，然后在那待了两天以后就感觉各种风土人情，这真的有风土人情，真的有本地的事情的，不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无比真实，比起那些都市开放游戏真的要真实很多，因为它规模小它能这么做，加上它不是那种至少给每个 NPC 都有名字，有点故事，至少不是除了守卫以外全都有名字，令人惊奇，操，怎么做的，太强大了。神秘的纸条，今晚来迎风遗址找我，我有消息，自己来啊？什么？今晚
现在其实那天晚上都是我他妈的大半夜的，你。不是他写今晚，我们就他就是今晚。我操，怎么了呀？要我操，怎么狼都杀到晨星？你们他妈卫兵呢？你们卫兵呢？我操！迎风遗址在哪儿？迎风遗址在什么鬼地方啊？操！让我看。没有解锁地点吗？哦，就在这里，很近很近，过去看一下，看看他要干啥。妈妈，十二点不让人睡睡觉，还好我今天下午睡了四个小时。这叫什么？这叫未雨绸缪，也有道理。正因为警戒者没了，才会有黎明守卫的。见你，见鬼啊！这他妈怎 ？What the fuck？ 这怎么回事啊？哎！我操！恶鼠之守卫灵魂，他怎么自己死了？嗯？他怎么自己死？哦，是我这个燃烧直接把他烧死了！操！这恶鼠这么怕烧啊？原来，这不就是那个安扎雷音吗？警戒者老手护甲，调查进度缓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镇民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很少有人在意斯坦达尔警戒者的命运。我来说说我到目前为止拼凑出的东西，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提示。据我所知，芬里克来到晨星是为了调查有关魔族崇拜者的传言。有人认为这个邪教是镇上反复出现的噩梦的根源，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是真的。然后有一天芬里克消失了，没有和旅店老板或镇上任何人打招呼。就在那时，其他巡逻队开始毫无痕迹的消失。卧槽，好赛好不是好客呀，这个开头。魔族崇拜者，镇上反复出现噩梦，人们失踪，好客呀。线索我倒是有一个，前几天客栈老板在倒垃圾的过程中，在客店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是一把精灵匕首，它的刀刃沾满了鲜血，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刀刃上涂满了毒药。这个刀刃的工艺可以意味着很多事情，也许这个魔族崇拜者是精灵。此外，精灵武器是由水银制成的，附近正好有个水银矿，毒药也可能来自于附近的那里。附近的哪里也有可能，我们的凶手在夜间行动，当时镇上的人对异教徒的行为完全没注意，因此我怀疑三个人可能是这把刀片的主人。精灵维雷西境，维雷西尽管一直抱怨这里的寒冷，但似乎决定留下来。矿工哈拉尔德可以负责验炼那些用来制造凶器的矿石。最后，旅行者哈拉尔德似乎比岩波和楚店铺老板更了解炼金术。三个人似乎都在短时间内活跃过，而我一次只能关注一个。尽管如此，这样做会证明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要么将我带到他们的礼拜场所，要么被排出嫌疑人行列。但首先我必须见见这篇笔记的作者，也许他们对匕首了解更多，可能会搜索我的缩小我的搜索范围。但他死了，把这剑都这剑一剪就扔不了了。任务物品他妈中十二，我去，靠。哦、啊！这么有人要，肯定是和他见面的人害了他，难道？跟踪这三个对象，也许可以让我获知那些敢对警戒者下手的异端所在之处。而且警戒者大厅离那个离晨星这么近，寻找魔族崇拜者的仪式场地，在晚上跟踪维雷西阿尔林哈拉德。我得混几天，因为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谁是谁。就是哎，这个好像那个故事，那个哪个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克苏鲁那篇，就是那个鱼人那个深潜者的那一章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印斯茅斯，对，印斯茅斯的阴霾。我操，你想啊，这个开头就是对吧，那个镇民都有噩梦，然后又是这个镇子晚上有邪教徒在搞仪式，现在我要去跟踪他们，就是主角印斯茅斯的阴霾不也是吗，主角后来怀疑他们以后就开始看。哎我操，好克呀，是不是杯赛就喜欢整这个呀，啊这味儿怎么这么浓呢，靠。那陈星整成印斯茅斯了。别这是整。操。原港就够克的了。一到晚上一堆不可名状的玩意从雾里往外钻，我操。还有长得和深潜者一毛一样的泥沼蟹王。咱们在这个镇子乔装几天，现在先不要动声色，不要和任何人打草惊蛇，就装作我是一个旅行者来这里看看旅游的，然后咱们摸清楚他们底细以后再开始跟踪什么。可怕的梦魇，所有人都在做噩梦，操，这也太克了。我来老滚，但我刚才也在老滚。These dreams are manifestations. 魔神瓦尔米瓦米娜。She has an awful hunger for our memories. 瓦尔尼娜。She leaves behind nightmares, not unlike a cough marks a serious illness. I must end her terrible influence over these people.但你怎么对抗魔神呢？万叶神殿。Tonight, call a temple. Perhaps you'd be willing to assist me in that regard. I've already said too much. If anyone 哦，他还不愿意细说，为什么呀？你们都怎么了？一个个的。I will simply ask that you trust me and help me end Dawnstar's nightmare.Dawnstar's Nightmare， 靠，这两个放一起。Dawnstar's Nightmare， 晨星的梦魇。Wonderful. My Lady Mara will be quite pleased. 马拉女神是谁啊？马拉是爱情。We must hurry. 爱情。噩梦苏醒。靠，噩梦沼泽可还行。Where reality shifts upon itself.In seemingly impossible ways. From her citadel at the center, she reaches forth to collect our memories, leaving nothing in return apart from visions of horror and despair. Who can say? Perhaps she collects them for display like works of art in a nonsensical art gallery. Whatever the case may be, her intentions are far from benevolent. Follow you. 这凌晨两点了，你们能不能让我歇会儿？我的天哪！生命升级了。我之前说哦，那个附魔，我得赶紧点那个铁匠那边。哎，可以啊，不对啊，60啊，60，我怎？我怎么整到60？要么就在附魔前强化好，要么就点到60。血帝国之龙主要是也不是我能造的玩意。你就随便造点命都快可以升下去。造点装。我应该去学一些高级点的恢复魔法，在哪儿应该学？魔法学院吗？去买。那个就是之前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名字忘了。开锁是最废的技能术，就相对来说真的。根本你点就只要我有多余的点，不是只要我有别的要点我都不会点这个。就如果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开锁魔法直接专家你这样直接去打。但是比起这么珍贵的点数花在这玩意上也太亏了，天。不至于，对啊，不至于真的。这点数很珍贵，花在这上面可太冤大头了。剑
潜行就不点了，重甲潜屁呀、啊！对不对，他那个 perk 不是全身装备重甲，他没有说要装备同一套啊。有啊，有啊，再往下。哦，再往下。整套重甲，加50%吧。香啊，都点不了了。其实我现在，到时候再看。那如果整套重甲的话，哎呦，整套啊，主要是诺德雕纹的头盔又不好看，帝国轻甲的胸就是身体又太瘦，这我他妈真的就整套，我真想不到哪一套我满意。靠，都是有那样这样的问题。穿着龙骨，我觉得龙骨还行。直接点重型装甲四级。You know, the Dragonborn comes. Dovahkiin. 我就是个水桶角色，我完全是个水桶角色，我啥都干。因为把这帮人好惨啊，天天晚上都不敢睡觉了。要是我，你跟我说我们每天晚上做噩梦，我真的他妈不敢睡觉了。我每次如果我前一天晚上做完噩梦，我第二天都害怕，真的，我都怕我。Yes. 很恐怖，有些梦。但是有的梦比噩梦更恐怖。Yes. Ever since my mother died, if you 当你梦到你初恋的时候，更恐怖。操，别提了。My mother taught me. She was a bard from the college in solitude. 哎呦，我去过。我已经啊，我 apply 了，但是我还没通过。靠。Until next time, the wind. 他让我跟他过去，我们就跟他过去了。